下午2:40了，这个温州到无锡的这个货卸完了，早晨订了一票，就从这里装回南通的快递啊。我们现在把车子停到那边去等。去办公室办一下手续，拿 GPS。这个地方我估计好多兄弟来过啊。就停在南通卡口对面，南通、盐城、徐州、连云港、宿迁、淮安，这是我们江苏长江以北的六个地区啊。这六个地区是连在一起的，是江苏长江以北偏东偏北的这个东北角的这六个地区啊。5点钟了。吃饭去了。今天这个菜变成了14.5块了，有一个粉蒸肉，开吃。8点半了啊，靠台了，就在我对面啊。靠好了。刚才停在那边睡觉，接了一个电话，给大家听一下。他们到无锡。喂。你那个时候开到三门到无锡，给我拉到这边，我什么时候发现你有病，你给我弄一个差评，发现有病。哪个给你差评啊？就你给我的吗？台州三门到无锡最远的。我什么时候给你差评啊？你看一下，我又重新发给你了。我重新评价呀，别给我弄拖延一分，我又没少你钱。那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我给你发个链接，重新评价。名叫什么？他装线是吧？你没有钱，我钱你看看我那个钱你拖多长时间？我哪里拖多长时间？我靠，我这个轿车我怎么也不挣你100块钱，我也没挣你啊。我知道，那你说你这个运费那时候拖了多长时间啊？我靠，不是我付你运费知道吧？是那个新浪软件欠你运费，我又没挣你钱。要是我挣你的钱，你投诉我也这样。行，我来看一下。我来看一下。对，你给我弄一下。我又重新给你发了一个那个链接，你给我搞一下。行。给我弄一下。我什么时候给你差评了？我是中评呀，我给你去掉，我拖你拿了100块钱，啊你没拿钱？哎，我看一下，我拿了100，我哪里拿了100？这个运费1700，你拿了100，我收的1800。我看看。那时候打你电话你也不接，你手机关机。我这个运费拖多久啊？我最后到门上去要的，把车子堵在门口要的。我给你差评了，我给你中评，看算客气的了。给我撤销掉，帮忙什么忙？你现在知道要撤销啊？我那时候要钱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要撤销了？不给钱不痛快的？钱不是我给你的，我是叫车的，知道吧？你叫车的，你是不是这单位里的？你什么时候帮我要的？我打电话你都不接，手机关机还帮我要的，现在还知道要中评了，我给你中评算客气的。给我撤呀。给你撤了干嘛？那时候给钱的时候怎么不爽气啊？你撤不撤嘛你就啊。
我推了干嘛？我推了，再估计砸了，砸死你！你试试看。来，我他妈的，我救你了，我就很上火。你来，我都不相信啊！关注我的朋友都知道，这个是去年九月份从浙江的三门到无锡的那个货。订货的时候说运费是到付的，后来卸货已经到半夜了，说明天给，就一直拖着，直至半个月以后，我在他公司旁边卸货，开着车子到他门口去要的，才把这个运费要过来。现在叫我给他商评价，我给了他一个中评啊，不是差评啊，给他面子了。现在知道这个评价对他发货的重要了。每年总会遇到这样几个老赖，上一次从黄岩到无锡那个快运运费还没给呢，马上一个月了。现在行情这么差，驾驶员这么辛苦，没日没夜的赚了点微薄的运费，你们还拖着赖着不给，你们的良心何在？还来威胁我？他这个人也是他们公司里的，这个从他的发货记录都可以看得出来，因为这些他发的那些货都是与他们公司业务相关的那些货。现在是网络社会，网络是有记忆的，我们要把诚信看得比生命一样的重要。如果你不诚信，你的路将会越走越窄。好，发车了，9:45，发车了。今天还是蛮爽气的啊，可以早早的回家睡觉了。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